Hi everyone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tory Time with Lily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读 Lots of Hearts， 很多爱心。Let's start， 我们开始吧。我要做卡片，我有彩色的纸、胶带和颜料。我的狗摇着它的尾巴，它想要帮忙，但是我说不要。我做了很多爱心，我做了卡片给我的爸爸，卡片上有粉红色的爱心和红色的玫瑰，我把它藏在他的书里。我做了卡片给我的妈妈，卡片上有红色的爱心和粉红色的蝴蝶结，我把它藏在她的靴子里。我做了卡片给我的金鱼，卡片上有蓝色的爱心和黄色的贝壳，我用胶带粘在它的鱼缸上。我也做了卡片给我的狗，卡片上有绿色的爱心和很大的骨头，我藏在它的狗窝里。现在我对爸爸说，看看你的书里，你会发现卡片。爸爸找了，但是书里没有卡片。我对妈妈说，看看你的靴子里，你会发现卡片。妈妈找了，但是那里没有卡片。我去了鱼缸那里，那里也没有金鱼的卡片。我去了狗窝，在这里我找到了所有的卡片。我的狗总会给我制造很大的惊喜。我的狗有了小狗宝宝，多么幸福的情人节呀！故事讲完了。I hope you like the story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